典韦真的打不过肉凯，你想一下，你大招交上来，我一技能就打到你脸上了，我想走你真的拦不住，我就二技能往后拉，因为你减速就是你大招加二技能，你不是大招减速，二技能踩下来也减速，但是凯的二技能那个强制位移不会受你减速影响，能懂我意思吗？就你一套打下来，我二技能就往侧边拉，你减速有什么用呢？我该位移那么远还是位移那么远，然后你差不多你减速效果没了，我已经跑起来了，我在反手丢一技能，你减速我加速，我再不济丢个惩戒，我怎么风筝典韦都是我说了算的，典韦没有悬念的，肯定打不过。就是你那种大爆发，你打不死凯。凯是想打就打，不想打就不打。那可露露也打不过的，没有人打得过肉凯，就肉凯发育起来，除非说你经济碾压肉凯两三千经济有机会，凭经济的话没有人打得过肉凯。他把你技能骗一圈走了，然后一技能强行回血，你拿他没得整。但前提是你对凯，就是我先以为肉凯已经无敌了，后来我发现我的队友玩肉啊，这是你身上何方妖孽，这跳过来就为了帮我打蓝，我差点跟你聊天又把我自己聊崩了。这是好兄弟啊，你还非要反，胡家队友啊，强劲还真的挺讨厌的，这人带崩你队友了呀。这多走了一步啊，我真的是服了，不然我都窝敲死了。我多走一步我是想赌那个回来的扇子，我有点怕。这老虎真的是这老虎玩明白了，兄弟们，他把队友带炸了。算了算了，那边有大招了，我在这里打他，打大招传下来我太难受了。
我现在开下路也挺麻烦的，开下路那个兄弟留板有大，容易直接把我队友带崩啊。我最好还是先把无尽战刃刷出来再说，对不对？我下面开一波，他有二技能，肯定能拖到刘邦大的。我最好去逮老虎。应该飞了。救不了了呀，我去上路吃一下，这个白起要跟团呢，那不跟团不好搞。让刘邦发育起来了。他怎么敢？他这个都敢往前走啊！给。呀呵，这真的是会玩呐！这一套技能下来，我真的是人傻了。闪现上来二三技能直接怼我脸上，有点东西。这怎么敢呢？还往前走？走一走不怕，这老虎这也扑上来了，我觉得老虎已经玩麻了。（笑）打着打着敲后面去了。受伤的是老虎，
我真的是吐了，我敲这个肉是有点麻烦的，敲半天。算了算了，打主宰了，别浪别浪，吆喝好吧，现在是这个经济乱敲了呀。真的恶心呐、啊！我敲个刘邦，敲的我自己累的要死，敲个刘邦反伤甲把我反吐了，兄弟们！啊，我的八千九的经济敲个五千六百经济吧，差点把自己给敲死了。感觉这个猴根本就切不了肉啊！存一棍，存一棍。是可以开前排动手啊，开了呀，动手啊，哇，这打什么呀，大哥？这打什么呀？我看了也不打。那个白起他不，那白起这把刘邦一炒不就完了吗？他直接去追着那个张飞打，我真是裂开了。什么呀，大哥？
哇，龙不在了，龙在啊。这发起进攻，糟了，啊啊啊啊啊，嗯，这还哇。我跳棍在打他，他也盯着我在会玩这个虞姬，手还是慢了，其实应该空棍的，就是那种二技能飞到路上那一棍都不要敲了，直接晕出来一棍敲死。不过那是国服猴才有的操作，好不好？国服猴能把猴子玩得太细节了，不是一般人能掌握的。月光之女，希望大家多多关注，多多转发。